耶、yeah, ，OK 因為佢哋而家六歲之後咧，我哋學校係個支援其實係唔夠嘅。放學啊，我哋要好趕出去其他區度去揾啲，譬如社交班啊，或者係情緒表達班啊。因為我自己小朋友係讀主流學校，咁就要追功課啦。咁其實有時教都教得幾辛苦嘅，即係我都會試過發癲嘅。咁就其實好攰。作為照顧者嚟講係壓力好大嘅，因為小朋友有時有啲特殊情況啦，一啲小朋友咧係要特別細心咁去對待佢哋啦。即係比如我小朋友可以扭計，家務上面咧因為冇人幫手，都係自己一個人，所以好多時候係覺得好大咯，壓力係比較大咯。魏樂容 SEN 兒童和家長藝術音樂計劃。以藝術和音樂作為媒介，幫助提升 SEN 兒童多元能力和自信心的同時，亦為照顧者提供培訓，舒緩照顧者的壓力，希望從而提升整個家庭的凝聚力。中心度有參加過照顧者兒家班啦，還有做手工的，例如插花啊，做啲唇膏啊，我覺得幾好。可以俾媽咪去舒緩下啲情緒，去放鬆下自己。個人有自己嘅時間咯，有自己嘅 me time 啦。咁可能同啲其他家長傾下偈啊，或者係同路人咧，除咗係互相打氣，即係有時候好人好奇妙嘅。譬如我見到我個朋友，其實有時候可能唔需要講嘢嘅，大家攬一攬，咁其實已經係好明白大家啊。知道。琴日我哋去咗邊度咧？迪士尼。玩了多少遊戲啊？三個遊戲。三個遊戲？玩了幾？十幾個啊，係咪？十幾個遊戲。係啊。媽媽關注 SEN 小朋友成長的同時，亦需要關注自己的精神健康。政府提供18111情緒通熱線，希望可以為他們提供一個休息的空間和時間。有。我有打過，這個是淺排姑娘有跟我說到的，我也有打電話過去諮詢啦。有時真的很不開心那一刻，可能你會真的找人爆的，那可能情緒自己很不穩定的，那一刻很會幫到你。那邊的姑娘呢，她都會跟我聊聊天啊，會教一下我的小技巧，怎樣去教導小朋友啊，她都用了大半個鐘去同我傾啦，即係我有啲，即係當時即時有啲情緒喺度，我都同佢講咗出嚟。咁你自己幸福，小朋友又幸福，同埋俾多啲。Amps 係擴音器嘅意思。計劃希望透過藝術同音樂嘅融合，向 SEN 兒童及家長散播正能量，同時增加公眾對 SEN 兒童嘅認識，促進社區共融。需要關注的不單止是 SEN 兒童，照顧者亦需要社會的理解，讓他們有喘息的機會，他們才有能力和小朋友攜手走下去。